是他们家。现在要直接走路到广藏市场，然后我们穿越这个广场。你要是拍照还是要等一下再录，然后往这边直走，走到中路五街广藏市场。走了超远的距离，从东大门那边走过来。想说本身想说要搭地铁，可是我觉得搭地铁又好像再走一段距离才可以搭地铁，好像说起来的话会更远。我们前进吧，购物。肚子饿，感觉什么都想吃。这个街好像蛮厉害的，吃什么？那个里面很多起司。好，妈，我不喜欢吃起司。可以啊。这一间好像蛮有名的，对，看起来好像蛮好吃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。哇，热狗！绕了一圈，再看看哪一个，哪有吃的。我们要来吃这一间，我看网路上面有人写这一个字，应该就是这一间。我们先去里面吃吃看吧。然后我们想要吃绿豆煎饼跟紫菜蛋卷，进去吃看看。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向你扫桌面上，然后就有菜单，然后我们就选了两样人家网路必推的这两个。然后想要再吃别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点很多，就搭配上这两个吃的感觉而已。煎饼，感觉很酥脆。紫菜蛋卷，准备离开了，然后去那边结账。是很好吃的，必吃的。你看排队人潮，
我看一下我们要排多远。刚你排到这边来了，都要坐地铁了。他那坐得很快啊，其实应该修很快就好了，半小时。终于快到我了。好的，我们等一下要买第一个用麻花卷，才韩币1000块而已哦。我们要来，终于到我了。报道啊，都在报道这一件。口感我觉得像是刚炸起来的那种甜甜圈的感觉，软软的好吃。这甜甜圈，然后这养乐多，养乐多是我刚刚去买海苔的店送我的，然后我们继续逛下去咯。大家有像你很多美食，大家都在排队，今天也很好。然后它是在路中间的中岛，然后绕一圈，四周都有。这样子的话可以接很多客人，很大一摊人。